话太烂了，这个太多人讲，我要讲第二个笑话。大家知道三只海狮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怎样吗？不知道了吧？哎，不知道了吧？你赶快讲，趁有人猜出来之前。好好好好，我要赶快讲。三只海狮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知所措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好，不知道，我来公布解答。因为海狮会，海狮会，海狮会不知所措。是哦，有效了，这次有效了。好 ，OK， 那相信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要唱什么吧？我们要带来是维里安的《海狮会》。谢谢。